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他已经来了，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。妈，你不记得吗？那天我把四月带到家里面来，是你说要赶他走，是你不相信他的。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之前做了什么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是你妹妹走失那天，第二天出来的报纸。 你不是告诉我那天你一整天都没有出过家门吗？这张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被拍了？你为什么要带他出去？丢了他！妈，不是我，妈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连四月都记得那天的事情，你怎么可能不记得？他说是你带他出去，带他去游乐场，你为什么带他出去？丢了他之后又沉默了20年呢？ 不是，妈，是假的，真的是假的。现在你还在抵赖，你还不敢承认是吗？妈，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。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已经说过了，你不相信四月，你不相信他的。我不相信的人是你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，伤害我20年？四月那个时候，他还是个小孩子。妈。 叶繁星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我这辈子最后悔就是收养了你。你可以做那么残忍的事，好，我就要把你所有的丑事公之于世。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什么人。我现在就带你去公安局，我要你身败名裂。啊啊啊！ 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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